说地震了，有何事？他两个受不了惦记了。这个哪个人呢？那个从窗户跌出去的，好的一个该死啊！正好我在那里钓鱼吧，在当时啊，正好那个鱼塘那个水户老板就也在那里跟我们说话嘛，他就看到一个车就开到那个水里面去了，夹在卡后面就去救人了。他当时上来的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没有在那个水里面，没有吃到水，特别是惊吓你的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